Hello guys, welcome back to today's video, and today I know now we have a new texture pack. We have a new texture. Snowman. Oh my god. Power boost up. 抓到了，扫地。 OK， 还有一个。 OK。 我不喜欢玩呢。 我不想。 打我呀。 你想要做 Snowman 啊？ 那你永远不会catch我， 因为我有一个 plastic texture pack 哎， 我还有 speed 哎。 Survivors有 speed 啊。 对， 我喜欢这个游戏， 也挺好的， 只不过有很多 parkour 就是了， 有很多 parkour。 有很多parkour 就是了。 我以为那个人不是Snowman。 OK， 搞定。 找到一个人。 又有人了，又找到人了。 玩过这些图，对吗？ 我知道在哪儿了， 找到他们了。 他那个 trap 好厉害啊。 他在哪儿？ 看到了。 搞定， 我抓到了。我知道在那儿。他是身子太高后面的吧？你要我怎么猜这个？我觉得他可能真的躲蛋糕后面去了，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躲的。我之前也是躲在这边啊，去那个啊蛋糕后面啊，然后还真躲了一整场。 难道我们要最后一个人在找？没了，你没了，没了，赢了。哎呀，炸了！我们可以玩 Block Wars 了吗？我想先玩这个玩10分钟吧。哈啊，好吧。 好，听你说的。和平的玩游戏啊，我们应该。嗯。选我 ，no， 又不选我。选我，打我，不是我。啊？哎，不是你，你打我啊！你 Snowman， 你打我啊！眼馋，你打出抓我啊 ，Snowman。 那个 Snowman 他无视我，那个 Snowman 无视我了，那个 Snowman 无视我，因为我是个 Snowman。挺好的。主角结束，恭喜获得爽快。哎，我卡了，我卡了，哈哈哈，你卡了。你。 哈哈哈！这是什么？远程命中，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啊 ！OK， 那个蛋糕上面，老实说，你真的只能躲，你跑步没怎么做，人家能丢雪球，就算跑不上去也能丢到你。对啊，他整了。 真高了，他在气啥我？哈哈哈！你被气啥我？你被气啥了？我喜欢这只 game 啊，也挺好的。你刚不是要让别人换游戏吗？偷袭没偷到，不小心掉下去了。我可真菜。你真菜。 我好菜哦！点头一发没中，点回来再 A 一发没中。你肯定找不到我，哈哈。哎，我又抠了，我，他怎么想要 P 我们？我在 P 你啊！我 P 你，我够胆 P 你。我根本打不够啊！ 那个 survivor 他的走位好风骚，哎，抓到，哎，那个血快掉下去，把那个 survivor 给抓了啦，笑死！ Oh my god， 有 snowman 在我见到 snowman 了。你见到 snowman 了？是你。你就是说你在屋顶上面？我见到你。我见到你这个 snowman。 不会在你的屋顶上了吧？只有我一个在，要不要我让你赢啊？赢啊，让你赢啊！我让你，好不好？好。啊，还是我让你赢一次，好不好？啊，不好，不好。没关系，我们自己找吧。你都给了我这么大的提示，说你就在这儿了，就在这个音乐书房的。 某个地方，这个好像有路哦。好难掉过去哦。哈哈，我赢了，嘿嘿，我赢了。我赢了。5天了，希望大家都喜欢吧，拜拜。 都说了我厉害了吧，哈哈，知道我厉害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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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好，来玩吧，玩了。我们一直在玩那个 Block Wars。No Block Wars Block Wars No I hate Lucky Block No Yes Thank you。 玩吧 ，Capture the Flag。都有丢啊！我想玩 Lucky Block 哎，说实话，我想玩 Lucky Block。哦，你想？哦 ，Lucky Block。我们去玩 Lucky Block 好吧？不好，我不喜欢 Lucky Block， 我讨厌 Lucky Block。玩。不是我变了我，我。 我觉得是断电脑的问题。好。我电脑断电了，我电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充电线没充到电。哎，它在干嘛？哇！怎么？原来是有人把我电脑的电器关了呀！等一下，我先换个大屏幕，我先把这个转到大屏幕上面。好，开始。哎我。 我这个算了大屏幕，有点不习惯，真的纯净是体验。有人来了！我知道，我看见了，看我一下 PK 打下，一二 PK 打下。有 hacker。对，什么 hacker？ 有 hacker 来了，谁是 hacker？ 谁让我外挂？谁中外挂？在这儿，搞定，没了。 没人，又有人来了。不是我们，好吧，我认真找，认真点。不是我用，我这个键盘就是有时候会这样一下。我这不是我卡了，这个我跟着断速了，我鼠标和键盘一起断速，梦幻开局啊这里。又是 2v1 来了，真好啊。 我来拖住他们，我拖住。我在帮你啊！我在拖住，我在拖住。你们不要吵！我拖住了，不是我躲起来了，我的意思。等一下，我挖一些布看啊，确保不会有人看见啊。 我懒得 flag。我在对面的。No， 别。里面挖了一条通道。OK。想到吧，我是老六。又有人来偷袭了。OK， 过。按着，你们不要！我来帮你了。你们帮我挖掉这个人。 你们帮我挖掉那个家就行了，我没伤害呀。哎呦！我在帮你了。你现在很努力的帮你了。直接滑死！拿下！推到了一个助攻啊，碰了一个，直接 combo 拿下。还有一个走位，被逼了一下没关系。搞定！不够高。 我卡了。No， 我也卡了。神奇 BG 啊！我们两个网络可是真的差，我们这个区域的。哎我闪！哎我闪！我怀疑这个，用的 Dream 的皮肤的人，我觉得他是个 iPad 玩家，因为他没有看见我。 也就是他那个屏幕明显不是看着我，只是这能打到我，所以我怀疑他是挨着有人去偷家了吧？同意。没看错的话，基本是偷家了。搞定！又有人来了，有一下。又有人来了。 我知道我杀死了他们几个，正义从天而降，直接打死。combo， 哎呀，俾 combo 啦，俾 combo 啦，俾 combo 啦。我射的好准的，我发现我射超准的，说真的，我真射超准的。我知道啦，在你的。超准的，哎，我怎么就是走不下去？我真的射的超准，发现我的弓箭射的超准，干到咚的。然后我可以把自己。哎呦呦，哎，太太也来了，打我！哎，别找位。所以，橙色机的命中率低一点是正常的。我想 rush 啊，我想 rush。哎呦呦 ，iPad Player 来了。可是他被我射了之后，他自己掉下去了。啊，我自己掉下去了也。毕竟系统已经给了我的击杀。好，我把对面的一个弓箭手给射下来了。你看我的弓箭技巧多准！哦，你看我的箭多准！有人去偷家了，怎么还有人去偷家呢？啊，不是，我刚才有塞鼻血，不是吧？他怎么一下秒我？他暴击！哦，我应该是被人射了，我应该是被狙击手给击的。你残血的时候遇到狙击手真的很难。哦，又被人杀了，又被那个 iPad Player， 又被那个 iPad Player 杀了。 吼吼吼！吼吼！下饭了，直接把他踢到书包，好踢不到，好在这里。哎，又被杀了，又被那个 iPad Player 杀了。那个是假的 Dream 应该是 iPad Player 啊，那个假的 Dream 应该是 iPad Player。同意。直接踢死。那边一个铁的当气场跑来偷家了。同意。那边一个残血。 对面一个半团铁跑了挨偷家了，被我们劈死。我再一狙一秒。好吧，一上不对，我还是老老实实拿上我的剑去劈砍吧。还是一个打一，发现敌人，直接绕过来。空补啊！远程弓箭自然没用，我刚远程连中2箭，你看到吧？我觉得我可以逼在里面青铜级别的狙击手，我是逼在里面青铜级别的狙击手。哎，我躲！有人在那张片里用青铜级别的狙击手，可以说是输入了。 可以说我的狙击手已经搞定，1Q。他打我，那个假的，一直在那追杀我。我看到了，搞定！我是 top player，嘿嘿。等等，我要继续玩狙击。这张图很多人造假的，我继续狙击吧，我玩狙击手吧。 我来狙击。OK。我射的很准。你刚也看到我远程1箭支援，那真的超帅的，你知道吗？你看看我做了什么动作？哦，动作。还有这个。我也有动作啊。你可以去那个 dressing room 来。我知道。 加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这么少人？就我们5个，反正我是玩狙击的了。等待啊！这真慢呀！怎么这么少人？我们这个房间没人啊。我们离开再进入吧。好吧。 离开再进入。啊 ，never mind。离开。不用啊 ，OK， 再进入。咱离开了吗？你也离开了吧？我也有，我是在 party 啊。哈哈 ，yes。又很哦，我们现在是另一个杂牌的声音，怎么还是只有4个人啊？怎么有人出去了呀？我也不知道啊，这个 game 是 broken。哦啊，这个图也是狙击手很恐怖的。对。这个图是狙击手。我觉得我感觉我的攻略，我在干嘛？我怎么合了64个木棍呢？我在干嘛？我卡了，连按了2下，我卡了，不小心连按了2下。哈哈哈，你真的卡。快速那根铁剑呢？来 rush。 有人在 hack， 有人在 hack， 有人要按说，有人要按说铁剑。我已经射死了一个人，我又射中了一个。OK， combo 了一个人。高速震撼 ，A 一下。combo， 哈哈。combo， A。 就是那个电，他这个扭来扭去好烦啊！我根本上不动，好吧？我直接劈死，好吧？直接拿起我的小铁剑，直接劈死。哎呦，这个人好痛啊！拉开距离对 A。射不中，下了很多箭。一拍一个走位。 OK， 搞定。你看我这一上多完美，反正我都在后面狙击打出号吧，我怎么剩1支箭了呀？我剩1支箭了呀。OK。你在这放着我没了，我也带了。我在他们家里面，我被发现了。Good。直接放3块呀，逃走。OK， 一个 combo， 一个枪，一个听。 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玩技，1拍1手走位，直接射中了，然后他直接就到虚空里了。你看，这就是我狙击手的力量。哎，又有人来 combo 了，哎，没了。我觉得我差不多要自杀一下了，因为我没电了呀，你知道，我没电了，你知道吗？我自杀一下。我给你。先假装打不过。 好，我的剑又回来了，我的剑死回来了。有人用 auto clicker， 有人用 auto clicker。OK， 打死了 auto clicker。我感觉我没有这么跑步。人肉 sniper。你在？我知道。我想 rush 啊。 Rush! I want you to rush. Rush. 直接死！我在他们家拉扯他们。OK， 我死了。队友，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但是我还是老实的 PK 吧。哎，没了。又是一个 auto clicker。还是这个队友。我还是对老实的打 PK 吧。 我们赢定了！哎，我跳，我又跳，有人跑来偷家了。我在打他，已经在追。我也在追。快乐的攻略玩法。OK。第3手，他还会急停走位。 好吧。One Q 又有 Q。1拍1手他的走位，预判。好，预判成功。我一预判他不会。Go。哦 ，2v1，2v1，no，2v1，2v1，完全打不过。队友，你们快点去找，我来这守住，我来守住。两个直接把两个都打下去，直接他们两个都没有打下去，我直接就自己奋斗。我对我自己的技场有信心，不然我也不会下去的。那这么没意思。快一点。又死了。哎我。哎，他哪来的呀？他从哪里来的？那个人从哪里出来的？他怎么是从下面跳出来的？是不是我卡了？完蛋，咱队的那个铁的被他搞走。来呀！哎，远程消耗，远程。准备，预判走位成功。是我hit了他。好，他死了。锅又死了。拿住助攻就好，咱不必。来吧，队友。说你 MVP 你就强了。可不是吧？这里面有我们一些攻略玩家，那些打很多输出，可能又变色了。你就杀出来就不怎么好。我直接干扰对方的，直接对狙啊！好像有人过来了。来呀！快点回来一起对吧？直接把他打下去了。咱们这个是低的槽点，不能让他们给干。只是说我这边输了，他直接等着，他不会以为自己开了抗击退吧？好家伙，这人挺会玩，差点死了。自己跳上去了，对，没错，他们是有个人自己跳。啊，慢着，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没了。我卡进方块死了呀！哎，我在接，他好会走位的那个人，击中他的脚丫子，干扰一个防，预判走位 ，K 到一个头 ，K 头潇洒走人，没办法，没看，我没看，我操！没关系啊，非常成熟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这种事。智商。下来。你是 top player 你是 top player。这就是我最近的事啊，那各位就是今天影片啊，希望大家能喜欢吧，拜拜。嗨。好的，各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正如大家所见，这又是个GG宠物啊！我又要开始GG，我觉得我有必要整一个GG手酸右手。不是我 record is a rocket 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我这个 trick 没用吧？什么问题？我看看我的 capture。这样没问题啊！大家刚刚卡了一下，不要这块。这张图又是一张GG图，说真的，这张图你GG的好，很容易就能把人打下去的。尤其我们这里先整个大一点的缝吧。我在保护 flag， 我不抢 flag， 我保护 flag， 有一个 noob 来了，他不会贴电了，好，我拿了枪了，被我控捕了，他只负责保护 flag， 被我 K 了，我已经 K 了，就复工了啦。不会有人去我们家后方偷袭，我是希望不会有人。有人偷袭，有人偷袭。那我已经看见了。警告。他在底下，他的底座。我知道。好。他们在一一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OK。队友把我们退入封住，那好，我们就去进攻。队员都忙着狙击啊！我没有看见，我直接一套把这个人打到，自己跳下去攻。你们有没有看到？刚那个人，刚，咱棋怎么让推了？太多人了。OK good， 好。我记得我刚刚那下小鱼射中人了。对，听到音效，小鱼我刚刚那杀人。那是多秀，这得是多秀，这得是多么的偏秀！我刚刚开始打鱼，直接打中人了。哎，没了。你看，但是这样甩狙也能打到人，继续做防守。批判走位，没中，不是，你还没 block， 有个敌人跑上面去了，批判走位，批判，有人在底下，有个在底下，偷家来了，人要偷袭，人想偷袭，一个小走位，直接拿下。好，队友又把我们封，然后奇又让他们比了。我就说队友不应该封我，你知道吗？队友不应该那样屏蔽我，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在这个位置打到，对面那个拿旗的人呢，怎么让他跑过去啊？的确，先是狙击命中，小鸡命中了，我中了。我刚那个小鸡中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我刚那个小鸡。有一个 hacker。我努力把自己保持在里面。队友不会玩了，他们又来偷家了。不是咱怎么有一个挂机队友？咱怎么会有一个挂机队友？我也不知道。他们老是从上边偷家，好烦。老是偷袭。哎，我又卡了。他那个双重判定真的很烦，你知道吗？去偷家。我去偷袭。我先去偷啊！我在对面家，我在偷对面家。这个 forward and back combo， 有人要用 reach， 有人要 combo 我，可是我 combo 了他。有人想要 get revenge， 我就 combo 你呀、啊，哈哈 ，good 啊！队友打我了，队友啊，就是办法没办法，队友太差了。那个肯定会有人要开始说，抛开事实不谈。那你确实不应该推人之类的，那我就想，那开事实不谈还谈什么？有，砍一下，再砍，开个苍穹，不是我开什么苍穹，这不是王者荣耀。我不知道啊 ，IC Walker。我是我提高神域，那个是我的旧网名。人想要偷袭，好，我救了他一命了，那我们再回去把他给踢了。他怎么又被我们救了一啊？好，他被我们踢下去了。我想要双 Q， 准备好抓起啊，！还好玩呢。我们会不会 overtime 啊？我觉得会。我打不到人啊！我就不应该弓箭起手，你知道吗？我本身我，你回来干嘛？队友点我，队友在点，队友开眼，队友直接开眼了，你知道吗？那队友直接开眼，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可能一打三全把他们全杀了吧？ 保护我！有一个 Diamond Sword People， 一个 Diamond Sword。队友给一点啊！队友把他拿下啊！队友把这个直接拿下，两个直击之间的战斗，打赢，游戏结束，轻轻松松。厉害吧？再拿下！OK。 我以后再也不玩弓箭手，我最多就是 combo 的时候继续弓箭起手。挺好的嘛，挺好的不是吗？因为有些东西弓箭其实能给你发起水，所以你弓箭秒接这样那样打 combo 其实也是挺好的。哎，我没了。我这习惯放在第一物品啊，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用我的右手的那个无名指去按那个一键。 我有一个 texture pack 啊。我不管，反正我就用这个 PVP 的。OK。又有 hacker 来了。啊，真劈死的！反手这是一飞方块，直接把这个也劈死。我 spawn Q。发现敌人，没推到头，甚至连15攻都没摸到。 队友快去进攻，我来在中间防守，我负责在中间防守。我连中他2箭，他才中我1箭。我真的是聪明。没有。对面有2个大聪明。因为我一看你要去这个游戏有一件东西叫做弓箭了。 我真是太聪明，妹妹。我后悔我说的话，我后悔，救我，我后悔啊！我发现敌人了，一刀直接砍下去。OK， 我在帮敌人。他在帮敌人，他在2个敌人了，咱直接把这个 combo 了。OK。combo 到1个。OK。不知道。 我感觉我需要用弓箭 combo 它，好不用。其实弓箭 combo 这个是有讲究的。我弓箭 combo 很厉害的。我跑这种弓箭，挺靠谱的。有人要来抓我了。我看见了。走位 2v1， 好几个。 好，对面有人来偷袭啊！我先去防守。有人来偷袭啊！是我们队友只打一个，前两他给反杀了，这人挺会玩啊。这个 Yofi 他是个钢碗，他挺会玩的。我感觉我的 PVP 技巧应该没有黄金也有白银，这都能让他给杀了。我在下面等。我在等。我也是。 方块，追他！我在追人了，已经到那儿了，他们。哇，这个好会玩啊！对面那个 combo， 那个Yofi他直接 combo 我们这样。等一下我。没了！哈哈。人当傻逼 Q 了，白的拿弓箭吧。 我不理我的 enemy。哎，我被spawn kill了。我已经击中那个人。不是，他是Yofi，他怎么的？是那个Yofi，我被他打出心理阴影了，你知道吗？有人来偷袭了。半开始肌肉，他真的，因为那个腰比这个大头，有人来偷家，这我都不管。我不管。我只让 flag capture。不叫防偷家，人人有的啊。他有死吗？有。哇，那个腰比直接跑，我们从分点去乱杀，不对，他离移动速度有点，他的移动速度好像有点包夜走。 哇 ，enemy 里面有人，打不过。因为我觉得本身单机这种需要高度操作的游戏，真的挺好玩的。好，又那个人又来偷家了，哈。看不到，还是看不到。直接逼死。 一通丝滑的小镰刀，直接发现那个头上有人那种，直接用一套丝滑的小镰刀，让我一次逼死一个人。金毛老师，我在等他回头，我在等你回头，你在等什么？等队友吗？好，他又比他回过神了。好，我死了。 那个优比真的太强了啦，根本打不过。我感觉我好考。我也是。对面的那个优比是个大神啊。人用 reach 啊，人用 reach 啊，人用 reach 啊，人用 reach。flash 哦，那你 flash 举报他别，你用 flash。 优那个钻剑，那个钻石剑，优比有钻石剑，他冲进来了。队友，守住守住。我在玩我的 enemy。我知道，那个对面那个人已经杀疯了，那个优。我在拖住，哎，我把他劈死。他打到我了，优。你终于能把他一刀劈了呀！他太强了，根本打不过。挺好。 哎，没，有人在 flag 里面，有人在 flag 里面，根本不可能进去拿。我们家的 flag 还是别人家的 flag？ 没有人 protect 啊，还有没有人 protect 我？我在这边的家里面，就 Yuffie 这边 Yuffie 在守家。我在这边家里。 我被 combo 了。我这边留一个玻璃呀、啊，哎，不是，别人死光了。Yuffie跑去偷了我们家，偷家仔真的是战斗，你们要哪来跟这个 Yuffie 打仗了呀？他真的强，你看，根本打不动。啊，对。 不过我这一把也是尽力了，那个主要是因为队友人机没有打太多，好，这一把输。哦，输定了。对。我这次应该是跟那个 Yuffie 打的，我以为是 overtime。不是。那把我尽力了，看我杀了11个人。那各位，这就是今天影片了，希望你们喜欢吧，拜拜。你真的很厉害。 算了，我们去玩那个 Lucky Block 吧。OK。好的。咩話？嗯。唔係啊，我會繼續落㗎，我哋落點同我先知啦，夾夾㗎咋。Team 2。我係邊個 ？Team of 4 ，Team of 4 ，Team of 4。你又唔好打啦，係。 不是这个，是一个 Lucky Block Duo， 我不想对你，我不想打你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是不是？我觉得我点错了，这好像是 Duo。哎，对啊，这是 Duo。我们下次让我们就 Duo 吧。哎，不是，我这边有一个。 我为什么我挖出来的？死了。哎，你怎么死了呀？哎，等一下，我们换种模式啊。只能玩这个 Team of Four。OK, Team of Four。你在干嘛？那么吵啊！我丢掉自己的宝宝。有人已经死了。我差点死了，我差点死了。哇，队友在挖铁的，队友在那挖铁的队友，我现在去打人吧。哈哈，我抢。不是你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有一把 fire sword， 可是我没有 fire sword。我有一具水球，要不我们还是先拿一些干草块吧。可以啊，可是我等着15个面包。我找到 Lucky Block，No！ 我在中间哦，我在去中间。我的狗死了，我的狗死了。我到中间了，我到中间了，打不过，快跑！我们没有说啊，我们没有说。我死了。等待。我在哪？你在哪？我在这儿。我又找到一些 lucky block。我给你个大位置，你后面有两个人。你后面有两个红队友。我知道，我在冒风险啊！差点死了哈！爸爸，呢個就係你嘅非常細啫。你睇下佢支持下佢，你爸爸支持。Ronnie， 對面喺中央嘅屋入邊開啟咗電視。看到了。中間嘅嗰個屋有一個團戰喺度發生緊。對，中間嘅嗰個屋有一場團戰喺度發生緊。我知道 ，I know， I know， I know。他们正在迫害村民。我没有说我没有武器怎么打啊？我没有武器啊！你先打到你的队友跟他会合吧。不是这血块，你队友跑那个屋子的最顶上了，好像。对，你的队友在那个最中间的那间屋子上面，你的队友在中间的那间屋子上面。有人来了！对呀，完蛋，有人来抓你了！对，两个人来抓你。我起来。没关系，对面找不到我们最后一个人，我们最后一个人已经跑屋顶去了，在屋顶的最上方。我们看一看这些敌人的第一视觉。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钻石，这个满身钻装的人吧，我们看看吧。他在这绕来绕去。好，算了，我们直接开始下一把吧。没有跟了，3U7。只要是我没拿到那些比较好的钻石装备，就比较看运气的。对。我先 select 机。OK， 我 select 了。什么垃圾？我没有 fire shot， 不过也 OK。反过来去那边看看，那边已经彻底疯狂了，隔壁已经彻底疯狂了，找个人过去看看啊。不好吧？他给了我一把连击之弓，哇！我有风雨伞，散弹弓。我没有 block 啊，我没有连击弓和散弹弓哎。我没有 block。知道了，我也没要。我这里有一些木头，我有一个，哈！我没有铁镐，我有铁镐，过来，我有铁镐，看看我，你看看我啊，我有铁镐啊，我有铁镐啊，我没有哎，那我去买吧。还有这个莫奇拉的这个 slime 的。我这边有一些 slime 玩的，哦，哎，挺好，哦，它能生成一个那个史莱姆，我有 automatical， 我有自动弓箭，我也有。那要不我们先刷一些方块吧？我没有方块呀。这我好像能和村民交易，不是村民呢。村民跑哪儿？应该死光了。对，没错，死光了，应该。真死光了。应该吧。好，我的 slime 已经准备好了，我的 slime 已经准备好了。挺好的。我怎么感觉我很蠢？剩下鸡帽和我们了，好吧，我们剩2个5了。有没有人知道Team4的人在哪儿啊？哇，有人在打牛郎哎！我在打牛。我现在有20个方块。搞定。有更多的。中间有，对面都在中间应该。我放个 slime 过去看个视野。我没有 block。放个史莱姆过去看一看视野，或许可以隆起这些史莱姆。先往中间放了2个史莱姆。哈，挺好的。还剩12秒。不是，是我的错觉吧？怎么感觉这些史莱姆越变越小？再扔一个，哦，不是我的错觉，他本身。slime 了已经。我在用那个 slime man 疯狂的向中间丢石来，哎，你不要跳下去。还好，它这个 AI 不是那种人工制造啊。那这边等的时候顺便刷一刷那些物资。我在攻击你的史莱姆，哈哈。我用攻击。 我的 slime man 用好了，我继续去刷一些。有杀人，有杀人了。我好像有上下，最多只能放5只啊，好像。还是有1只摔死了。好像中间已经死了。嘿嘿，赢了。那各位这个。 影片啦，希望大家能喜欢吧，拜。那我们玩 Block Wars 吧，那么。那我想要玩 Survival Game 因为其他的我们好像都没玩过。OK。哎，我断线了。我弹不回去了。 你在哪儿？我传不回去了，我传不回去了。我也是，搞什么东东啊？我已经传。你离开在这，见到你了。我已经传到了。OK， 我也是。 这场公司只有32个人啊，算了，那我们不玩这个了。OK。我又卡死，这网络什么时候才修一修啊？这破网络。对，是我破啊！是原来是我啊！是我破。不是，是我破，我非常肯定。啊，对哦，我很正常。但是它真的就没有毛病。 然后我们看到 Sky Wars 和 Block Wars， 不如我们去跑酷。OK， 没所谓。或者我们玩 Sky Wars 吧。Block Wars 吧 ，Block Wars， 我喜欢这个多一点。啊 ，OK， 玩 Capture the Flag， 无所谓。不如我们玩机场。 不，不要那个很 lag， 那个非常的 lag， 我试过玩，超 lag。不，好好好，试一试吧。我这次进都进不去。要不我们玩另一个游戏？那太幸福了，我有很多 block， 我有很多 block， 我再怎么玩也可以。啊？ 哎，没了。好，那各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如你们所见，我们是来玩这个离谱的机甲 Block Wars 了，好像说是可以开缺的那个投资总规则。哇，真的很大这个地，真的很大。我们是蓝队，感觉这个有点像 HyperX 的那个什么。 就是感觉挺好玩的，我已经在冲进对方的家了。我也是。我感觉我这 BGM 好像放的有点大声了。我看见你的敌人，敌人怎么又得分了？那个得分区在哪？找到了。没。 我感觉这就是个跑酷游戏啊！我感觉这就是有个跑酷游戏和外加搭桥，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他这个路造成这样，我锁了，就是跑酷。我锁机了。我傻了呀！这几条路都给我造出来了。我们现在大灭世哎！为什么会有人在空中啊？我感觉我已经卡了。我也是。还有人掉下去。 我们 leave 吧，这个太卡了。我没有考。下面那个进度条是什么东西啊？我狙死了一个人，我狙死了一个人，感觉好好玩啊！但是这就是有点像那个，我怎么没有？我为什么会没有击破特效和遭到伤害？我卡了。我也是。不是我卡死了，我卡死了。我也是，我们leave吧，你到你。游戏玩的不是吧？你做 slash leave 啊。我动都动不了 ，slash leave。我leave都leave不了啊。那么我们离开 Q Plus 再进入吧。好吧，我们这里是卡死了。对，卡死了。哈哈，卡死。我们这彻底是卡死了，对，也算是卡死。你在哪？要不我们先去玩另一个游戏好了。你 invite 我啊，你邀请我啊，你邀请我。我们去玩The Hive吧。OK， 那你邀请我啊。The Hive是最不拉的游戏，The Hive是最不拉的那个。哦，我知道The Hive。The Hive它应该是网络最好的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也卡的话，那他不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 Q Plus 的问题。OK， 我知道了。等一等，不过 Hive 的人是超强的，是超强的。那我玩 Seeker 吧，我喜欢玩 Seeker。哎，不，我想玩 Sky Wars。你邀请我啊！你邀请我啊！你接受我的邀请。我邀请了你。对了，我记得这个好像也有 Capture the Flag 的哟。我知道，你接受我的邀请，我的 friend 邀请。没有啊，我没有传入邀请啊。是 friends 啊 ，friends 的邀请。接受。够重了。OK。然后我邀请你 ，OK， 邀请你，等，没有啊，我在等啊，我在等你啊。我邀请你的。OK， OK， 够钟了。等一等，我在拍 video。你进入吧，来吧。我们来玩这个我最喜欢的Block Wars。这是什么东东？各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我们来玩Block Wars。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弓箭战斗啊，也就是 Turf Wars 啊，领地战斗之类的，有很多不同。反正大致上都是那个玩法了，就是你拿弓箭射人别。杀手这样的，对于我这种自封为狙神的男人来说啊，这还是挺好的呀，挺强的呀。Projectile， 你看我是玩过的，虽然我熟练度不怎么强，可是另一个制服系的这个游戏我可是混的风生水起啊，可以说是极其 MVP 啊。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会跟你说一句，我刚刚说的话全都是吹牛。吹牛。我很菜。吹牛逼谁不会的？而且我基础一点点的这个技巧还是有的。这样的，我们是绿队。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造桥的，这个造桥大概就是这个位置，这样造。好，搞定。而且其实你最好留一些的，最好要留一些方法。搞定一个。稍等。差点没了。没有，我们是会展现的。那。给大家表演一个超远距离狙击点，不动打射击，最简单。我这都射不中，我卡了。OK， 搞定。这都打不动了，我好卡住。你是不是有蛋？等一下，哇，我没蛋了。等一下，我没鸡蛋了。我还有。我打死了一个。OK。继续。我已经打死了一个，你看看，就放假有我的战绩，你就知道我这游戏我的以我的走位没死，我还是会玩。我说我感觉为什么道具刷的这么慢？等一下，我打一下中间那个道具。最上方的那个道具它很有用的，我跟你讲。等一下，我拿一个道具啊，翅膀鸡蛋嘛。这个鸡蛋，我的鸡蛋可以翅膀，很容易让人误会自己死了，因为这游戏你死了你会翅膀。我现在是有战甲的，所以我不用拿额外战甲。翅膀，我用翅膀战击他一个人。吼吼，来了。我先重新装鞋子，来了哈！这是啥？这是啥呀？我又杀了一个。我怎么感觉队友不是很会玩的？我都杀三个，一次都没死。稳扎稳打 ，OK。这游戏的精髓就是你要稳扎稳打，不然你必死。有几个方块？直接打死一个。那就要造一次场啊！等一下，我充成130。哦，我已经有这一套了啊！等一下，我有个引趴塔，我看见你用引趴塔，我直接跑去对面家。突然袭击 ，double kill！ 我跑去对面家当内鬼，杀了2个，没问题，我也扭一下塔，再杀。杀了3个，好吧，我这一回效果结束了。我杀了7个，我就知道了。我整个爆炸的这个蛋。等一下哈，我整个爆炸。直接给自己炸。这边开了内鬼，这边开内鬼过来了。啊！先整一个短一点的场景，其实就是的，真的不需要太多。他们直接丰富呀，有一下，哎，我先打死。耶！我拿了8个杀，我拿了8个必杀，我也是。超级不给美，哎，哇，这个都知道学招呀！哇，这个 Alexander 挺会玩的呀，继续玩。你看我也刷了28个 block， 杀了8个人啊！我感觉我很低，我觉得我的那个死亡次数和那个击杀次数的差应该是最多的，因为我一次都没死过，你知道吗？我是零死亡，因为我是零死亡。耶 ，Grand Wars。我喜欢这只狗。我直说吧，我刚那把这的确挺低。然后就是这游戏也是一样，那些道具真的超强，也一样是有道具就先拿到道具。至少我们是蓝队。直接进入建造阶段了。我记得他说好像可以上去左右2边墙那个，不过我不管，反正我先做一个3×3的墙壁，这个是基础的，你最少要能秒做一个2×2墙。哎，你不要放这么近。人要 hack， 人在 hack。我靠，咱队友不会玩的，我没有道具，我尽量上不冲。哦，我怎么又死了？我又死了。现在我不是很，玩就找个机会机量吧。现在破处都在刷机会机量。打死一个，稳扎稳打，先放个长，你看，这就是秒练长的奥义。你技能在有道具的时候打，反正就是；你技能在有那个护甲道具的时候打。我知道。 好，一下没中。我们队友都有那个，而且那个，我感觉咱现在有点远。真的很快，我在赢铁就很快。现在有点急，我控一下那个队友。是的，这个局势。直接打死一个。超级强化。 强化到顶世界了呀！嗯，他们三个人在，很快这一局，很快。我把他们打飞了，完蛋，我铁甲破了，铁甲破掉了。等一下，我给自己截图吧。哎，有辅修鸡蛋的，重新装铁包，还有爆炸鸡蛋，都拿。 哎、啊，我已经有一个特殊战了，这个有血量。喂，那现在我拿个那，我拿了内鬼。好快，这个好快的在方向。好快，看到这个人就跌倒，他好强。 对面，我杀了，不是很快很快，不是很快的，我在拍片呢。好，咁我哋咧開始寫低，我而家寫咗啦，聽日後班時間。直接打過啦，拜拜，聽日再玩啊，夠鐘啦，拜拜，拜拜小朋友，那各位朋友們。 再见啦！